原来这才是洗发水里的天花板。在南方山茶花开的地方，老一辈人都是用它洗头，洗完头发都是黝黑发亮的。你知道它吗？它就是茶麸，由茶籽榨油剩下的米。茶麸含有丰富的茶多酚和茶皂素，可以改善头皮环境，控油清洁，增强发根营养，让头发光泽柔顺。只是每次洗头都要煮，这样太麻烦了。所以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准备一些茶麸养发护发的侧板叶，何首乌、女贞子、皂角、桑叶、汉莲草，加入适量纯净水，大火烧开，小火慢炖，把植物草本的精华熬煮出来，给发根补充营养，滋养头皮。加入强韧秀发的山茶油300克，滋润发丝的蓖麻油和芝麻油200克，加入植物草本浓汤，手工搅拌30分钟，到这个稠度就可以入膜了。天然的植物成分，没有额外的添加，让头皮和头发养得更好。让我们来看看洗感吧，泡泡是不是特别丰富，洗完特别柔顺蓬松，你们也快试试看吧。